一个小天使。麻烦您了，麻烦您了。这边是没有车到镇远的哈。好。哎，我还背个书包。哎，我放这里。好了，叔叔，没事，你往后坐。那现在坐好了，安全为主，叔叔。叔叔，我说安全一点，你上来就，你就逆行。我一辆大巴人都在打车，我打不到回酒店，所以直接在车站对面吃一点。真热，坐我自己都出汗了，裤子都湿透了。真热，真好吃，怎么这么好吃？依山傍水的小城市啊，现在是下午6:30，太阳过一会儿会下去。哦呦，好美哟、哦！虽然这条街也是一个我不会进去买东西的商业街，但人不算多，而且两边没有大喇叭的吆喝声。还是挺舒服的。没人帮我拍照，我就不想了。铁路上铺满了夕阳。美的嘞，我就是沿着一个河的两岸走了一遍，虽然只有周围的一圈山和一条湖，但是每一个角度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美的。那次我们船上表演团队的诗歌一点都不觉得艳俗。哎，天哪，那个歌声，那种民族的歌声又荡漾在这个山谷里面，让我们两岸的人全都驻足停下来，太美了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现脚下的路。吃席的感觉。那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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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没有想到我人生第一次受到诋毁。真假美猴王，开始到我最喜欢的活动，爬山。这才刚开始呢，我就觉得景观很美了。刚刚不应该吃那个炸酱面的，辣得我胸口有一团气。爬一段，休息一段。休息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想，就是看着地想，待会儿阴一点了我再赶路，有太阳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一口气上十个台阶再坐下来休息一下。我现在爬到了一个景观相对比较好的位置，还蛮震撼的。 OK， 又阴了，继续赶路。我的包太沉了，因为除了背无人机啊、水和一些吃的之外，还背了电脑，因为我工作上的事情得随时回老师。太阳又出来了。还有多远到山顶啊，奶奶？爬了有一半没？都三斤一半。好，你这个瓶子要吗？要。给你。尖叫。要。奶奶，这水都是你自己拿上来的。自己拿。那好辛苦的嘞。背上来有点辛苦，所以背上来卖的贵一点。正常，我能理解吗？还有十分钟就登顶了，那也就再困难十分钟。这边陡，但是它要远一些。喝口尖叫，到了亭子多休息会。你不忙的话，到亭子多休息会，关键来了。好，辛苦了。你也辛苦了，你比我们还辛苦。我不辛苦，我是来玩的。今天很巧合呀，我在这儿碰到了学生。在外面。走到了一条羊肠小道上，我妈看了我的视频都要问我干嘛要跑到山上来钻。突然在这山里头看见了一堆玉米，看了一眼回头路，我一路上已经说了好多个好美了，真的走到了一个小村里似的，有点像我外婆家的山，但外婆家的山没这么大，没这么高。哎呀，真是不能看手机，一看手机就要工作。
I would love to know what's underneath those curls. I got 21 questions. How could someone of your essence?这就休息了一个多小时，按我原先的计划大概一到两个小时这个山就可以爬完，没有想到在这里待了一天了，我觉得好奇妙啊。本来我先是到了那个亭子，然后来了一个上海的叔叔，等到了那三位大学老师，然后因为我是在哪个大学念的，我说我是华师大的，其中一个老师说，哎呦，那你跟我是校友呢，你什么专业的？我就说我是学特教的嘛。他就说，哎呀，我有个同学也是学特教的，现在就在你们华师大做老师，他好像是什么什么地方的人。我当时一听，我们系只有我的导师是那个地方的人，我说是某某某老师吗？他说对的。我说那就是我的硕导，这也太巧了吧。然后我们就推了微信，就是我在那一刻我觉得我这一趟旅游是天天都有大戏在演嘛。就 OK， 下山啦。下山是最轻松的，我已经在山上喝了两瓶水，而且我应该快要来大姨妈了，所以需要爬山的行程赶紧走完。这段古城还蛮让我惊喜的，其实我本来只在这边安排了一天，然后那个司机听说我要去西江千户苗寨待两天，他就说宁可在这边多待一天也不要到那边去浪费时间，到时候看吧，反正我沿途过来所有人对西江的评价都不是很高。这大鹅怎么都不怕人呢？已经在山上穿了8公里了。哇，我们小时候学过课文嘛，不是形容那种小城，就是说它好像被一条碧绿的腰带包裹，这真是这样，真就是被碧绿的腰带，哦，被翡翠腰带包裹的小城，真美啊。到了出口了，关好门。OK， 马上就10公里了。这边能看到湖和船，那边能看到火车断山。这10公里，走一走，停一停，走一走，停一停，很舒服啊。台阶缝有这个绿色的树叶，童话故事里面都是小精灵才可以走这样的路，现在是小精灵才能走的台阶路。狗，好神奇！我刚走在前面一个岔路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走了，然后突然窜出来一条小狗，走在我前面，它等了我好久，然后我走一步，它才走一步，啊，太可爱了吧！它还在给我带路，我的妈呀！总结一下，我今天在山里走了一天，碰到了硕导的同学和几位老师，浅谈教育，我只配说浅谈教育。然后在山里面乱窜，然后最后有小狗护送我到街上。73朵玫瑰，我这辈子还没有收到一次性收到这么多花，也没有收到这么多的玫瑰。累了，算一张合影啦。那别的女孩拿这么多玫瑰，都是求婚啊表白的现场，我刚爬完山，说点什么呢，就希望生活永远都有意外之喜，永远都这么浪漫吧。回酒店洗了个澡，睡了一下，现在去河边吃饭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这个是丁达尔效应吧？
光的形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为什么昨天说我看到这里人很多我也不烦，因为这才是江城的特色。武汉之前那样，就我说武汉人吃饭不是都端着走路吗？就是这样的原因，大家就是靠着码头生活的，在码头聚会，在码头做生意，这里很值得一来，再一次推荐，非常值得一来。我本来只是坐在这个湖边休息一下的，想坐就不想走了。兔兔这么可爱，怎么能吃兔兔呢？我一个人要把它们全部都吃掉。我有吃，认真吃蔬菜哦。兔子也是草，肉可爱又好吃。这是他们的一个兔子菜，什么？干笋豆腐吧。你们没有吃过乡下那种大锅饭，用香料炸火烧的，这就是那个味，好吃。哎呦，我太满意这里了，贵州真好啊！餐厅里面没有人，因为大家都坐在河边吃，一个人这就吃，然后一个人我就不浪费了，太累了。哎呦，我感觉我已经在这里把一年的大米饭都吃完了，这里的菜也太下饭了。这个菜一定要点，超下饭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给我准备的位置，就坐这吧。
来的那一天就在汽车站门口吃的那家，味道是真不错，所以走的时候也要吃这家。好，一个三豆角炒肉虾。我后悔我没有好好的规划我的路线，因为贵州真的非常好玩，虽然它各个就景点之间要坐大巴，山路的交通耗时太长了。我个人觉得这里的旅游业消费比我想的低很多很多很多，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什么，而且这边的民风是真的很好。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在网上找一些路线。如果看到这里的话，有贵州本地的朋友，你们可以说一下你的心中贵州的小众景点，我之后还是特别想来玩。